然后开始了，他不是写录制嘛，开始。这是第二段，还是刚多拉？还是我？这还是曹彤同学啊，这是脸大了一些。这是我，脸小点。孙佳同学，脸小点。小点，这是陈浩。我传夫还是仍然没有表情。传夫也是被拍的。同学是我 ，Hello。拉一些，一些。嗯，脸太大。脸小了，脸小了。嗯，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大。哦，快多。天，凉了，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阳光，所以就会很凉？哦，因为光亮要来了。